六六六，天才代厨，官方爱小老鼠 MVP 6666，正规合法代厨，价格公道，被所包赔。或者点击资讯栏连接加入哟，各种游戏都有，欢迎介绍给朋友。开工开工，1183名，打野魔龙，我方竟有英雄，打野，打三场广告。那个我其实今天应该没有打算推了，明后天再看吧。对，我们看一下队友有没有帮抢。莉莉安，好嘞。这把我应该会玩个特尔安纳斯的射手特性，奎伦吧，好吧，刀锋吧，新版刀锋了解一下。4700多场。对啊，其实那个帧数，传说对决帧数120跟60，只推荐60啊，120太辣了。刀锋有改吗？没改啊。这好像是王者荣耀双生造型，是不是？骑士之音。所以我在想，以后刀锋会不会先重置成露娜？传说对决啊，林帝不是有说什么姐姐露娜，对不对？其实刀锋宝贝这英雄，我觉得那大绝是有可以，那算位移吗？好像也不算。然后刀锋感觉还是要有点半坦的感觉，感觉啦。他没有撑点坦度，他那个会战扛不住伤害就倒了。这个下路不知道抓不抓到，应该抓不到。这可以杀、啊。拉一下，不着急。如果那个伊格没有招的话，没有闪现他就挂了。刚刚。漂亮。OK， 这个我们先出个鞋子，资源啊什么的都比较快一点。这波不好打，歌德尔什么的，就怕他们都有大招。我拉一下。这个血量不太能打，先回吧。我们不要贪心啊，该回家就回家。大招特效还好，怎么说呢？特效确实还好，但是它的模组来说，我觉得是相对好看。一格这么凶啊！这边蹲他一波看看。
多吃一点也怪。QQ， 这个我们先吃冰啊、哦，先吃冰，先吃冰。他想打那个、哦。还可以啦，这一波算赚。千年老坛，我的二十二，哎，二六，我才二六。嗯，你现在伤害其实算高了。啊，弄个全能好了。哎呦，差一下啦！哭啊！来撞我，可以啊！凤凰造型，我突然就想用这个造型。清个兵吧，有炮车哎！削削削！中路我觉得可以开一波哎。脱了，哎呦，好烦，可以吧？这里啊，哎呦，666，弄个冲锋阵甲吧，跑比较快，神秘哦，中医啊。应该是还好啦，感觉就是这次感冒的那个后遗症。对啊，之前上钢枪啊，然后我是觉得就是换个那个，换个支援速度感觉比较快。那个我也不会讲，就是钢铁长枪跟破阵，破阵的那个会有加一个跑速。我现在出了冲锋战甲也是因为有跑速。千年老坛666，好，就是这个跑速是很好用的，一波了 ，engage， 这刀锋宝贝玩起来是差不多，就是都看队友，继续，德鲁伊应该也会出，或者是仙灵，看情况。如果对魔攻多，我应该先不会上冲锋战甲，我会先上仙灵，然后后面或者是补一个那个护甲，白盾之前面那个板甲，刀锋宝贝15分 MVP， 就跟奎伦一样是雪球脚，但是没有奎伦这么垃圾，感觉还是能玩的那种。30%输出，扛山26%，三团最高，捡。然后天才带厨小老鼠 MVP 6666啊，欢迎各位使用，打个广告，打个广告，工商一下，好东西。